生气了，这一届不玩了。好了，我这边好了。好，第一届西瓜杯，之前不是有过吗？那个西瓜，那是整场，对，整个地图的嘛。所以我给你那个云端连接，说整张地图都是西瓜做成的那个吗？对对，那个很可怕。来哦，这一场一开始就永夜哦，好，怪物也有机会追上我们这些西瓜行者。请问怪物跳的时候脚下会有西瓜吗？不会，他没有穿，没有穿啊。假如说叫他们直接穿上，僵尸跟酷武功应该可以吧？没有，这特别在设定啊。所以蜘蛛到底可不可以穿鞋子？蜘蛛不行，不行，可爱、欸，如果穿上去的话。太难了吧！谁苦力怕都不行，穿鞋鞋啦。苦力怕没穿鞋子，他自己怎么会是蓝色的？苦力怕没有穿鞋子啊。没有，我是想说，没有刚刚同队很惋惜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惋惜。快逃下去！那你下次分队就蓝色跟绿色，这样就那。他讲了，他讲了，我先走了。他讲了，拜。所以是谁要下去？我们吗？那你怎么可以一语道破呢？我本来想说蓝色跟绿色会不会牵扯到什么问题，就是想一想还算了。那你觉得？哦，对，红色绿色就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红绿就没事。外跟内。对啊，红蓝绿女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走走走。所以你们刚中间有什么好康的吗？我是开到铁镐、铁帽跟铁鞋子、铁裤子。哦，我第一个箱子就要先穿，穿上，必须穿上，嗯，不能脱，而且晚上了。哎，对面哦，四角兽哦，快跑！什么四角兽？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哦，天哪，你怪怪的。Griffin 就四角兽，是不是逼我开车啊？我坐合成台工具台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跳不起来！我工具台被人吸过来，我怕你用不到。我想要开那个箱子，跟附近好多鬼怕哇，好可怕！还去挖是不是？好恐怖哦，好可怕！这么猛，还有安德哎，所以地上这个箱子开过。那等等，对对，也有那个随机的箱箱。哦，等一下再苦力，好，我自己下去挖，我自己的。哎，我们下来挖。苦力怕的视线怎么那么远啊？我这么高，他看得到我。要小心哦！哎，你吸到我的石头了。我吸到你的石头了啊！又有西瓜了哦。哎，那请问我要怎么下去陪你们啊？我是想上去啊，我只想做个石头。啊！啊！不是，你的西瓜。哇，你在骂人哦！你个西瓜！我怕你饿了。哇，空空，不要，空空在那边！快走！在你那边呢、啊！我飞走，没事。我飞走。那是永夜吗？先还是去那个村庄好了。村庄在哪？在中间。中间，好远哦！我也要跑走。等一下，西瓜，快点带我走！那边，他们在那边。他们也在那了，又看到西瓜泱泱了。哇，杰克泱泱，我现在比较高。啊，苦武功在我的西瓜上面。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那个、箱子。哦，我看到在下面，太危险了。嗯，哎、你说那个、我看到蜘蛛骑士在随机箱子啊，好可怕哦。嗯，就 combo 哎，我看可不可以突袭西瓜王？我在追他，好像没注意到。蜘蛛骑士在他，我觉得他在拼字哎，怎么办？要让他写完吗？他在写字哦。对，他没有看到我们，你要他写字哦。啊，他在写字，那我们在上面看他写字啊。对啊，那就让他写好了。嗯，我看不到他写字啊。他在写 G， 他在画蚊香吗？他在画，对啊，他在画蚊香哎。哎，杨好像还是没注意到我。神秘，你要空降吗？杨杨。想要下去一点，我太高了。他在画画而已啦，哦、他在画画、哦，他就想画个螺旋而已啦。迷宫们，一个回字。哎、云月有斧头，云月有斧头，云月有斧头，云月有斧头跟盾牌啊。对，云月在哪里啊？在村庄上面。他被哭公社，他被哭公社。他跳上来，他跳上来了，阻止他，
还有帽子，上面有那个窝。好，去找。杰克，杰克也在上面哦。他有钻石鞋。我们钻石鞋，我们都是，我们都有啊。你在想什么？对啊，我天哪！从那边玩，你小心啊！我走了。要不要一起上他？哇，完了！我们一定要一起，因为他们有盾牌。我也有盾牌。那你呢？杰克一半，杰克一半。我在你们下面。杰克一半在下面，快点飞啊！你快上来啊！飞上来啊，那只。来了，我在跳。他们有太多盾牌了。在哪里跳？在你下面。救命啊！来追我！阿吉还在画。阿吉还在画。没有，那吉，那吉快到了，那吉可以来一个背后突袭。不要跑！啊！卡到你了，走了。没事。对，哦，那几个没有突袭到，哦，你后面是那个，哦，我在追你，在追你，哇，我看到一下，哦，有了，是啊，好痛，我升一半了，云月，完了，你们要下去，我有盾牌，人呢？他，我有盾牌，好，哎呦，可以，好，哎小，好，他打我们西瓜，打西瓜，打一下，啊，他还追我，快跑，没有，他没追你。哎，巧克力，直接上去了。哦，还有没看到？我没看到。下。哦，我的西瓜。哇，你被西瓜卡住了。哇，你要被包住了。哦。哎，打到了。漂亮，哇，这一下好远。哇。哇，等一下。不要跑。他竟然画圈圈啊！圆。哎，等一下，超过128了。啊，超过了。超过128？对啊，超过128了。所以那个因为没有办法限，这个是指令弄成的啊，口头讲啊，不管，没关系。他好高哦，我在追他，不是他去哪？你在补他的后面那个？对，我被打，有打到他了，哇，剩他几了？不，他在哪里呀？下面，你们对，这个方向，好，往下挖。就看得到，下不去，我们下不去了，挖，我们卡住了，对，我们下不去，我们只能在这里啊。我打字，等下我卡住了啊！我刚刚也是卡住了，有了，我们只能在这了。为什么下不去了？我们已经突破128限制了。哇，我卡在空中了，我们下不来了。因为地图有条限高128，对，因为有限高啊，所以我们明明猜了自己脚下却下不去，真的，我脚下空白啊，我看我自己在抽蓄，就算鞋子脱掉也下不去吧？不知道哎，下不去，脱掉也下不去，脱掉也下不去，我们就永远在这里吧，试试看哦。哎，真的哎，下不去，没办法挖吧？还是可以挖？没有，就可以挖掉，可是你就会卡在空，一直抽蓄，一直抽蓄的，就是下面会有那种。哎呦，我掉下来了！你怎么下去了？就是要拿掉血鞋，然后哭高，下面都是块。你拿掉血鞋，然后走别边下去。有了，哎，你后面僵尸哦！我方块都没有拿掉血鞋，我也下不去了。我下来了，我在下面找他。哎，哈基在你后面哦。哎，西瓜王。西瓜王。你在多高啊？西瓜王，哎，我他就你要飞门死，你要飞门死了。小屁，结束了。他刚刚。害怕你，用假的，你把西瓜塞到我的嘴里。哎，我画得很开心呢。我看你很开心啊。我们刚三个人在你头上，还不舍不得杀你。算了，不杀。直接走过去。画了一个小老鼠。那是蚊香啦，西瓜蚊香，西瓜牌蚊香。我难得下来就被怪吃了，刚刚太高，然后反而下不来，只能脱掉鞋子。对啊，嗯、可是蜘蛛都在蚊香上面爬，这蚊香是不是有点没什么用、啊？怪怪的，吸引怪的蚊香。哦，熏香，特殊蚊香，
嗯，那是熏香啊，那个宝可梦的熏香，熏香，蜘蛛熏香。他有办法下载吗？我直接教你怎么改好不好？很快。好啊，啊，你帮我找，你去应该可以资料夹搜寻，找一个 W O R K I N G 就好了。顶怪香水，爬爆。嗯，它是一个奇怪的档案，所以是讲记事本开启了。啊，你把那个上面你会找到一行，对，记事本打开，我你会找到上面那一行，嘿 ，D C 那个贴给你。把上面那一行改成下面这行就好了。嗯嗯嗯嗯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你现在再说一次要查什么？W O R K I N G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怎么龙岩史莱姆了？然后用记事本开始，是不是？走开！哪里有龙岩史莱姆？啊！哇！为什么啊？哪里啊？菜！岩浆立方块什么东西？就是龙岩史莱姆。龙岩史莱姆啊！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等，给你。继续，我也要，不止一个给我。然后，或者他就会比较鲁钝。你说那两行是这样，把第一行改成第二行，你看到找到第一行改成第二行啊？好，那个 set block 改成 field 这个指令。哦，团团歪了，歪掉了，打掉。block。这只是为什么在这里？超大一只，召唤的啦。哎。那个西瓜姐姐有时候不会走，会摔一个这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蜘蛛在爬？在爬那个啊？爬什么？这个叫什么东西？墙壁啊！会员。哎、欸，他可以爬这个、哦。他可以爬这个、哦。他可以爬这个、哦。这个。蜘蛛在爬边界。边界可以爬。哦，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他哇。住在爬边界啊！哇，超屌！很猛哎，不过边界可以爬，不止一次哎，而且边界叔叔还在爬哎，好猛啊！哎，这个跑好神哦！哇，原来是爬边界，嗯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，现在他停住了，因为边界做的更那个，完了，哇，拜拜了！他有被推的感觉吗？没有，爬在那边了，他好像要移动，他要移动，他才啊。掉下去了，啊、没事，摔死了，啊，摔死了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死，摔得越死。为什么这里会有熔岩史莱姆？哦，刚放错了。不要问，别怕。来啊，头上加这个啊，他从单细胞生物变来的。哎，变成为什么脚下变九桃啦？哎，真的耶。好不好？头上，你说头上就是有了，头上有了啊，有头上有都是哦，有头上是石头，好。哦，头上是石头，这个是不用穿什么东西，头上就是哇！哎，这个太可怕了吧！哇，还会顶头哎！这样走路好难走哦，好帅哦！哎，我这一跳是下不去那种，真的要卡住，嗯，好玩哦！这个如果跟在队友后面，会不会走一走就把自己闷？可是是一几个高啊？你要几个高都可以啊。目前看起来是、那个设定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诶。好。这就不管高度啦，管他的。你追人也不会注意那个高度的，一直跑也没办法注意啊。高度无所谓，我只要看蜘蛛爬墙。上来试试看，什么都没了。嗯，我改错了是不是？直接坏去，坏掉了。嗯哈，直接坏去，直接排。很好的说 ，reloading 嘞，连原本都没了。真的吗？厕所。好。哇，连原本都，那你把是改错了。需要高手指点。好了，我改一改，丢给你了。那个，嗯，没有，我把他记事本所有东西贴给你。不用啊，我这边有啊，你不是有那个？哦，对啊，我应该没改错啊，奇怪了。有点想要玩这个配三叉戟。啊？
我是想到红瓷砖加 TNT 啊，可是太卡了，不要。哇塞，这么哈口吗？你说玩这个加三叉戟，再加上下雨，然后就用那个牙通牙那个在路上走这样，会撞的。只能这样子行走，也太难了。那种红石加 TNT 也很哈口哎，不行，那太卡了啦。对啊，是不是会爆炸？你是想要玩走一走，后面都一直爆炸的感觉？我就觉得我们还没走出来，还没遇到就已经死光了。全部你把改回原本的东西就好了，你把改回原本的，我这边额外加。走路就把队友炸死。棒棒棒棒棒，你把改回原本就好了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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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是要合唱团一下，是不是？不行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。你可以改成走路的时候后面都会生一大堆小鸡类的。小什么？小鸡不行，会卡。这个好烦、哦。等我一堆。所以哈迪，你说现在怎样？你把它改回原本他给你那个就好了，都不要动。原本的档案是不是？对，原本档案就好了。我这边加这个地方就够了。哦。很不错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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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我一下。等你一下。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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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，这是一群鹦鹉哎！天哪，噔噔，嗯嗯，三十秒，开始发出奇怪的噪音。嗯。等待的时候就会像就像你讲电话的时候，人家给。